哎，兄弟啊，给我追一下华府的官船。哎，好。哎，小心小心啊！哎，疯子啊，你还真是货呀、哎！这么多船，你偏偏挑中我这艘船，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啊！是吗？当然了。哎哎哎，你这船在下沉了。我不是说过了，沉也沉得快嘛。你别闹了，我在赶时间的，大哥。看你这样子，我就知道你在追秋香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像你们这种富家公子，我见多了。不过光是在华府门口转来转去，那是麻绳提豆腐，别提了。你有什么高招？要想办法混进华府才行啊。那你就教我两招嘛，拜托。招式有，就看你上不上路了。一切都听大哥的话。洗耳恭听了。